这大早上的，西瓜在昨天里干嘛？我去，西瓜，你干嘛呢？你怎么竟然不敲门啊？我敲门，你听得到吗？既然你主动送上门来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啊啊！和西瓜吵架了，该怎么办？生什么气嘛？哎，别不理我了。别碰我！ 哎呀，你别这样！哼，等着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 Later， 哼，我就说嘛，哎呀，不小心点多了呀，有没有好心人帮我喝掉这杯冰爽的咖啡呢？没人喝吗？哎，那真是太可惜了，我走了。 哎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起床了，西瓜。 哎呀，好烦啊！我在睡会儿，再不起来早餐都没了。迟到了。喂。嗯，你先出去吧，我化妆衣服就来。你这不是穿着衣服呢吗？哎，让你去你就去吧。啊，好好好，我出去等你。我看你的小脑袋瓜，一定是热烘烘的，想香烟即喝香，无敌神秘超能力，双手并用变身，启动实在好神奇。 Hours later， 好了，吃吧。吃啊，别客气啊。哎呀，我做了这么多呢，来，我给你夹，多吃点，别舍不得啊，吃吃吃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但是，我听说隔壁新开了一家饭店。 我去歇一下，明天开业活动就结束了。我做了这么一大桌菜，不比饭店有排面啊？还真是不知道节俭。那啥，新开的餐馆肯定要捧捧场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